受欢迎的吉祥物要有动人的故事，受欢迎的吉祥物要有文化的高度与精神价值，受欢迎的吉祥物外表需要经过广大人民的认可。金牌选战已经建立国内国际知名度，不可轻易被取代。听我，赢回金牌雄赞，赢回城市荣耀。大家好，我是抢救金牌雄赞联盟的发言人，我是姜文瑜，同时也是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教授。那我们这个抢救金牌雄赞联盟是由一群热爱雄赞、关心台湾文化的朋友们所组成的。那在过去三个月来，我们不断的努力、想要把消失的金牌雄赞救回来、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被社会大众也看得见。森林小学的创办人，我们知道在过去长久的时间，非常多的教育工作呢都站在前端、让我们台湾有今天的教育成果。我们这边也请记者可能去追、就是说这些设计者跟观传局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、那为什么他们坚持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团队、所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熊、那这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，如果大家去查一下授权金、比如说你的这个产品有多少钱，乘以你要制作的量，然后乘以3%到10%的钱，这是要给观传局的、所以这个背后呢就是两天前呢才对外公布、那这个是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消息。